给你1000万年龄倒过来，我32岁，倒过来23，立马倒，你成功，我终于年轻了。你的1000万送你了，哎呀，土豪啊！我要1000万，多少岁？18，这代价可不小。有了钱，叫我干啥都行。你确定？快点的吧。先送个轮椅。我要这破玩意干啥？你成功。我这是怎么了？你爸11了。行吧，我不要1000万了，快把我变回来。一旦成功，不可更改。呜呜呜！拿着钱回家哭吧。下一个。我要100万。多少岁？13，倒过来31。不可以。那就没有1000万。给我等着。爷爷走啊，跟我走。二辈听不清。走，我爷爷换。多少岁？100岁。熬过来只有1岁。有钱就行。你成功，给了1000万。这样子怎么回事？变年轻了，还有1000万。我这样子怎么见人？回来了。臭小子，居然还带个孩子。是爷爷。让你乱说话。他真的是爷爷。你过来。这声音还真是我爸。废话，快推我进去休息。好，臭小子，一会儿再收拾你。快点。怎么回事？看，哇，好多钱！能不能不打我？去给爷爷买几桶奶粉。啊、快去！假如手机只能装一款游戏，3、2、1，救命啊！世界末日了！晃得我头疼，游戏怎么没了？不可能！还真是新规定。我要迷你世界，确定后不可更改。确定，成功，继续玩。我也要迷你世界。安装，重新挑选。可恶，那就我的世界。安装成功。我也继续玩。我要安装王者。不同意。凭什么？你被拉黑，把机会留给我。不可能。确定安装。确定。成功。马上玩。我的天，还真被拉黑了。凭什么拉黑我？你赖赛，让你不相信我。切，让开。哎呦，你安装什么？那就吃鸡吧。确定安装。确定。我讲完吧。我来了，安装迷你世界。我安装了，那就我的世界。我安了，王者。我安装了，被拉黑了，你还安？咋都知道，吃鸡吃鸡，该我了。那还有什么游戏？贪吃蛇、消消乐，我不要，又是这些。挑一个。不要不要，我不要。又来。我还有什么游戏好玩？快告诉我。假如身份证后2位是你的寿命，身份证后2位20，寿命20年。不玩了，就是个骗子，你还信？我是天使。我打不亏，你是上帝。走，站住！想干嘛？我可会功夫。不相信我是天使？对。现在信了吧？等着，身份证，身份证，找到，我来了。这么快？看看，我的天！我不会活到99岁吧？分点给我。没问题。09，啥玩意？09，怎么办？我来。哎呦我的妈！9岁，太惨了，帮我，帮不了。你管我，今天别想走。可以找阎王。怎么去？去吧。阎王，出来！大胆，你是活人？救命啊！黑白无常，来了！你怎么进来的？天使放的通道。这小子又跟我换年龄。大胆，这是地府。你不换，不走，不走，就是不走。他在干嘛？耍赖！怕了你了，起来。嘿嘿，改多少岁？99。太过分了！我不管，我不管。改好了，快走。再见，老头。咋样？99年，厉害呀！跟你20年，好兄弟。真好，臭小子，吓我一跳，就是你惹的祸。哎呦，哎呦，呜呜，以后别说我认识你。行，我还不乐意认识你。哎呦，假如医生只有1小时，谁呀？你老婆在医院，是不是出车祸需要打钱？不是，骗子。喂喂，怎么了？你老公说你出车祸，电话给我。骗子，你还没完没了。来医院，别让我抽你。老婆，快点的。你还真出车祸了。哎呦，这谁呢？这是谁？儿子。你居然背着我，有儿子。哎呦，你儿子？儿子长得跟我一样帅气。上学去了，别急，冲着呢。哎呦我天，长这么大了。不然呢？走了，回来了。试卷给我。还试卷？我都工作了。你不才去上学吗？那是几分钟前。太离谱了。小老头在哪呢？公园下棋。我今天结婚。什么？结婚了？快来参加婚礼。我的天，婚礼呢？早过了，这是你孙子。爷爷好。我当爷爷了。爷爷，这是我女朋友。不认真学习，谈什么女朋友？我工作了。你不才出生吗？10分钟前的事了。我怎么这么老？80岁的人了还不老？呜呜呜！我还没活够呢，英俊的面貌已经没了。这是怎么了？别说话，让我静静。不会老年痴呆了吧？我没有。那没事了，走了。这一生过得可真离谱。找不同，有几处不同。两只鸡，一只羊，是条不同。我来，轮得到你吗？哎呦，简单，两处。你是来搞笑的吧？一看就不止两处，就是两处。不对哦，一边去吧，这里，这里，还有这里，还有这，一共4处。观察得很仔细，我答正确了，还是不对？什么？哈哈，没答对，总比你厉害。切，下一个。老师，这里还有2个。没错，我的答案是6处，还是不对哦？怎么可能？这没有不同了。我来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哎呦，你完了，总会蒙对一个，全部不正确，那我就不知道了。来后面去，还有谁？最厉害的人总是最后一个出场。又开始了，都给我起开。
以上。你说有多少处？九处。全我一样抗萌。我有证据，这里、这里还有这里。一看就是瞎圈的。他回答正确。不可能，他都能答正确。我怎么了？学渣，我是学渣，你连学渣都不如。都给我住手！就是九处，不是，肯定不是。都给我闭嘴！你们说有多少处？给你一千万，被你头像打一巴掌。我先来，头像亮出来。恐龙，他没有手，还真是。白纸一千万，做梦呢，尾巴代替。什么？哎呦，呜呜，好痛！你的一千万，下一个，我来。真自恋。我自己，轻轻松松。看黑板。刚才没有。当家的。没这规矩。我的规矩就是规矩。哎呦我的妈！一小时后。打不动了。还差一下，我帮你。哎呦。他没事吧？晕倒了，这一千万归我了。想得美。下一个，这是我头像。婴儿。什么？舒服。你的一千万。白嫖一千万。下一个。不要。头像拿出来。快上啊！巴掌我没能活吗？忍忍就过了。不要啊！啊，天上好多星星。先拿着。好嘞。下一个。该我了。开朗网友。他们没什么力气，随便打。倒霉孩子。怎么了？是开朗网友一人打你一下。不是吧？两个小时后，哎呦，呜呜，钱我不要了，都打了两千多下了，再忍忍，太惨了。假如给你五千万，删除一种水果，我来。哎呦，李莎，删除草莓。什么？有病吧你？跟你们有啥关系？不许删，贴，快点删除，删除成功，忍无可忍，无需再忍。哎呦，哎呦，呜呜，先打。我草莓过敏，一边去，删除西瓜。不同意，你不是爱吃西瓜吗？有人比我更爱吃，绝对不行。确定删除成功，世上再无西瓜。我跟你拼了，相敌一千自损八百啊，该你了。删除榴莲，为什么？太臭了，你不买就是了。我家隔壁全是榴莲树，家里每天充满了毒气，太惨了。快删除，删除成功，你的五千万。我出哪？我榴莲呢？下一个，删除苦瓜。哎呦，苦瓜是水果吗？也是。删除菠萝蜜。哎呦，打我干嘛？不准删除菠萝。菠萝蜜不是菠萝，就是。服了，这个是菠萝蜜，这是菠萝，太像了。这哪像了？你删吧。菠萝蜜的不认识，哈哈哈。敢笑我？哎呦，哎呦，呜呜呜。确定删除？确定。删除成功，你的五千万。呜呜，没有西瓜，夏天是不会饿的。该。假如雪糕会说话，来根冰棍，自己挑。选我，我好吃。选我，我便宜。李雪莲，是，终于见到本人了，能拍张照吗？当然，一定要去。哎呦，李佳，完美，有啥了不起？你谁啊？哥，尊贵，不屑于跟你说话。他是雪糕刺客，你就是烤不化、烧不化、加了一身卡拉胶的雪糕刺客。我有蛋白质，吃雪糕补蛋白质。你看我是不是有病？你们跟我走，不懂哥的帅。结账，两块，那个手里给你，送我都不要。你走，跟你说话呢？你不配跟哥说话，真受不了，滚。哎呦，别来我家店。爹，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。你谁啊？我来你家，你的荣幸。你是雪糕刺客吧？没错。滚出去。哎呦，不懂欣赏。你站那怎么了？你干啥？我很高贵，来你家店提升档次。你有多远走多远。你收留我吧。不行，求求你了。绝不可能。我就赖在这。爹，不卖就不卖。哥，自产自销，快来买。多少钱？66。有病。不买就不买，还骂人。一小时后，好吃的雪糕，咋卖的？5毛。我要了。终于买出去了。你也很熟悉。我雪糕刺客。不要了。凭什么？有5毛，还不如去买雪莲呢。呜呜呜。